I live in Serbia, but I'm Lebanese, but I grew up in the U.S. And let me know. Well, if I mess it up, it... Are we on? We are on. Am I on? I don't think I am. Tatiana, oh, there we are. Never mind. Ja, aber ja, Kaiser. Kleber. Ha. Ha, da ja, schau, ha. 那么现在我们有下次的一个主题的小组讨论会，那么我们在这也和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就是和答复问就是的答复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第一呢就是有14个发言者，第二呢就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就是谁想提一个问题或者什么的，我先。 介绍一下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会模块，我们叫一个模块化的概念，那么就是在这个各个这个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我现在就是以后我简便的会说，SDG 就可持续性发展目标，那么我们在这一方面介绍这些问题。 我们有三大有关政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最框架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就能够促进互联网连接的这些政策，应该有哪些什么更包容性的设计，以便能够就是促进更多人的和就是更多地方人的参与。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和设计的，就是涉及到新型的这种技术，像比如说物联网的技术，特别是终端设备，就是终端用户的那一方面，而且就是也是考虑到就是在我们就网络安全的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些智能化技术发展，我们如何可以确保那么我们的一切的这些。 政策法规等等都是以人权为中心而设计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就是所谓的这些动态联盟，就是或者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那个或者动态团结，那么就对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来说，我们有共同的，它是都的共识是很多，特别是讲包容，所以就是包容是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也可以提高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质量的教育等等的，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而已。而且呢，首先就是我是想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我们在这个连接方面是做一个动态的联盟，那么我欢迎 Christopher Yu。 我知道你是在这就是连接这些一直没有连接的人，你是做了工作。 而且我也是非常敬佩你们这个工作，而且我知道，就这个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帮助这些以前没有连接上互联网的这些人，帮助他们上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今年你们是做了哪些什么工作，而且挑战是在于哪里？好，非常感谢 Tatiana 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热情的介绍。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可以很简单，我们就和刚才你所提的这些意见，我们都是和那些政治家进行讨论，因为就是政治家往往需要很多的信息，也更要更好的了解情况。 而且就是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不是，这个本身已经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在哪儿投资，按照什么方式投资，那么就是这种投资对就是它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有什么影响力。
而且呢，这也并不是上网就可以，而且就是他还是应该得问我们是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贡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不仅是上网的能力，而且也是就是对可持续性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一呢，就是我们有在这有个数据库，我们有多少个人，我们就联系了很多很多人，他们就是我们做了120次这个案例研究，我们就可以在这做一些很好，可以做好一些比较研究。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就是而且我们发现了，就是这些没有这个数据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有的很多人他以为光有点技术，那么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连在一个国家的之内，虽然就是国情也会有很大的区别，国内差别可能是很多，比如说就是经济生活水平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而且他们在需求一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呢，就是你是在这建设这么一个概念，它可能是统一的。所以我们是需要这个数字化识字能力等等。所以就是，而且就是这些都是要想办法。那么还有呢一件事情是非常的有趣，我们在这学会的都是很多人。那么对于这个资产的成本，就是或者就是开支是担心的。所以呢，就是你可，假如比如说你每年就是你是稍微就是你有亏损一些赤字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你还是有获得一定的这个优势，而且在需求一方呢，我们发现就是提供这种数字化训练和教育，那么就是很多人就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就业机会的培训，是一种基本能力的培训，是不是就是先做了培训以后有了一个就业机会，或者是不是就是很多人对这些事还是挺模糊。我们发现了大部分这些项目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收益，它是公益性的，最多呢就是一些政府拨款或者社会的一些拨款，但是它没有办法持续性的办事。所以呢，就是要这些项目，它每年每个年度要重新先申请财政的，那么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能够就是自负盈亏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是对于这个医疗、对于教育、对于等等问题，就是能够做积极的作用，这都是可以说我们的黄金标准。那么我们是在这是做这个，我们完全就是做好一个科学的评估。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我们在这有了很重要的这些分析，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我们在这有个网页，那么你可以就是在这就是大家你是愿意参加我们的这个联盟，我们热烈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联盟。好，非常感谢 Chris， 而且非常感谢你还是尊重时间的。确实呢，就是我刚刚就是没有自我介绍，不好意思，我是 Leiden University 荷兰莱顿大学的，就我的名字叫是 Michael Ogia， 我也是现在就是我会插句一句话呢，我确实在这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一旦就是人家开始连接。我们如何可以确保这种上网的状态，他们是怎么可以就是完全就是利用就是完善的利用上网的这些机会和机遇。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现了就是那么就是在这可以说就是有的人他已经能够上网，就是有的人还没有办法上网。所以在这就是搭一个桥梁，达成一个桥梁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这个也事实上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目标10号就是减少这层差别来说是做出一个很好的贡献的。所以就是我发现了你的焦点是在于这种参与的问题，是特别是就是这些残疾人的这个参与问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残疾问题的参与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是对这些人比如说就是或者就是他有特殊的照顾的需求，你在这就是一年
人做了哪些什么工作，而且我们是如何，在这就是如何确保就是我们这些有关法规和政策是更包容性的。好，非常感谢。我是很高兴，可以，说就是国内拉斯申，我是很高兴的，就是可以在做这些，特别是这些残疾人来说，特别是南部的人，他们都是很高兴的，就可以，有这种机会，因为目前这些人有的这些上网的机会可少。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就全球也可能是接就是有多少就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都是就是有残疾的，所以也可能就是我们一共说十亿的人口，而且就是生活在南部的人是他的85%，就是8亿5000万左右。所以呢，就是那么多的人，我们可以。可以考虑到这些，就是在做这个互联网治理工作的时候，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些残疾者的上网机会是很重要的。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听取这些人的声音。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说是一种动态型的联盟。那么我们这个动态型联盟，我们是最早的考虑到这个就是这些人的需求的一个团体之一。而且我们在这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是首先评估或者测评，那么就是我们先测评一下这个互联网治理方案，就是这个做的已经就是到什么地步。而且我们最近刚刚也完成了一个会议，我们就讨论了这些进展，工作进展问题。而且我们在这个可接入性或者可准入性或者上网的能力，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测评，而且德方在这就是这个发现，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具有残疾问题的人员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份工作。所以从此我们就可有个出发点，可以共同讨论，可以争论，而且就是也取得了比如说我们的国际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支持，可以给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就是到现场考察。那么接触的能力对于就是残疾人的这个接触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发现了我们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民间组织都是代表，就是好像都坐在这，就是我们今天还会谈那个物联网，我们有性别问题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说都是成一定的问题。而且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说，所有的这些题目肯定也是残疾人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呢，就是对我们的可持续性目标来说，我们能够就是在这些南部的国家减少这种不平衡，这种就是扫除这种国内差别，那么就是能够就是给民间社会提供更好的这方面的合法权利，不考虑到他的年龄、性别、宗族、皮肤色、宗教或者就是经济或者社会的这个身份，这个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我们在这也是这个残疾人权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宣言，现在就是在这已经有180个国家就签署了这个联合国的宣言。而且在这也是要求各个签署国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工业上就是遵守对残废就是残疾者的要求。谢谢。好，他讲了下一步。好，谢谢呢。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感谢你是遵守的时间。我现在的就是还是在这留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可以我们现在还继续谈包容这个问题，因为包容我们还是就是现在在第一个模块当中也还是说到包容。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好，你是那就是那个 DC 就来的，就是来了稍微晚一点。好，那么你也是就是做图书馆的工作，比如说就是公共能够接触的图书馆，因为图书馆它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些接网或者上网能力还不特别发达的时候，图书馆可以做好一些很重要的工作。
而且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我们在这可发展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第十期，它也是说是就是培养和建设这些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在这可以说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场所。根据你的经验来说，有哪些什么就是政策方面的和就是法规方面，有哪些什么最重要的内容可以导致图书馆真正可以积极的发挥这种作用，而且，需要做这个立法有哪些什么要求？好，不好意思，我们刚刚也是就是也开了一个那个活动性的一个会议，所以不好意思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就是想从几个角度来说来答复一下。因为呢，第一呢，我们在这比如说经过教育也可以提供这些就是就业机会，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我们就是我还是觉得图书馆，因为我们就有全球有四十万个图书馆，四十万所图书馆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上网点或者接触点。所以我们在这我们需要哪些什么政策呢？就是我们需要这些还没有上网的这些图书馆可以上网，而且应该是高速就是宽带网可以上的，而且它我们在这也有应该就是有国家的一种发展计划，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这些图书馆也是积极的被考虑到这些国家的预算发展计划等等。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是做评价和评估式的研究。那么我们也是找到就是哪儿有哪些什么图书馆，它可能已经很全面的可以提供这种上网的服务。可是呢，我们在这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些措施或者建议，就是只有一旦是就是公开和开放的话，那么就的确对于这种民间社会的上网率可以做出就是贡献，而且这种公开的接触可以说它是一种框架性的术语，就是我们在这也可以讨论到各种各样的就是措施确保所谓的普及化的上网或者普。那么我们在这我们也是对下一就是十亿人口来说，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有关的就是恰当的决策。那么我们在这也有研制了一套所谓的工具箱，就是这种公共政策工具箱。那么在这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些方案和指南就可以做好这些政策工作。而且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的七个成员，他们也是有所谓的一个 P4PA 的一个概念，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比如说我们在非洲北部的突尼斯有了这个项目，就是比如说就是如何编码等等做这些工作，而且就是在数字化合作当中我们都是就是连接，可是我们这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我就是简便的是这样就说，好，你还是很好的遵守了时间。而且就是他家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我先就是打断了一下，不知道假如你们现在想提问题，或者就是远方的网上的客户想向我们提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先有个机会插入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能不能对这些比如说活动联盟的就是合作者提问题吗？好，那么下边我们就介绍一下那个就是社区连接的这个这个我们是就是这方面是做介绍。好，谢谢。现在有 Carlos Marina， 我没看到 Jane， 所以可能有点乱。你的 DC 从事的工作是跟我们那个连通性和包容性有很有关系，但是你的 DC 就是可能有一个本身的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方式，你跟一个具体的社区有密切的关系。你认为你这个工作那个 DC 对自下而上和对实现那个 SDG 有什么关系？也是跟联通性的这个说，谢谢大家。
我不是 Jane Coffin，好像，我最后一分钟了，有人问我在这的，我是 Carlo Morino。我一直是从事这个 DC 的工作，就是他们2016年，这是他们第二年典礼之后，我一直是有演出一个报告，在这个报中有我们 DC 的不同的成员会做出一些贡献，这个报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以表达我们的和一些社我们的那种最初级的民族主义的一些人，说我也来的比较晚，因为我与我 GC 搞进行讨论，比如说，我们就是两个 DC 之间的合作呢，我们也是跟那个公共接触，这个合伙协会，也有一些合作关系，就不太利的说，我们的会议是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没机会就是跟以前的这些年的是怎么进行讨论，但是会回到我们你刚提的问题和我们与 DC 的那个合作与创新性的方案的那个合作，他们。也是说到连通性，很多人认为这是这样的是连通就不是很有可行性的，但是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是还是可以实现的。我们跟那个 SDG 有什么关系？就是公众不可分在最不发达国家的这种公共的那个接触和伤亡的可能性，如何测量这种目标的完成程度？如果你看这是那个一种工具提炼的一些增长率，就是每年就有增长，每年都是伤亡连的人数会一直是增加，但是那种增速的速度是越来越缓慢，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有一种创新性的方案，就是比如说在一些图书馆提供人家就是伤亡的一些机会，我们呢目前为止的是用了这个模式，可能慢慢就到它的一个极限，已经也提到了他们那个数字的那个包容性，是已经需要一些要新的一些道路。我们在报告中也说，我们提到政策和那些我们需要的这种新的一个法规的框架。好，谢谢，看了。我们原来安排了5分钟提问时间，所以我现在想采取这个机会提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跟很多人就是有关系的问题。我们就说我们的框架和抽字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你对连通性的那个问题是不是？对，多么程度，多大的程度是依赖投资，还是你们这些人的投入，就是已有的工具，就是你们以新的方式使用的一个新的公司，还是所以问题是
你们自己要投资，就是开发一些新技术，还是需要钱的投资、融资投资？好像我们都需要。我们就在 EGF 就发现的是，不同的技术企业在合作，有 Telefonica，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电信公司，Facebook，他们就是要，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是，我们社会区的网络就是要填补一个就是传统的模式覆不上的一些空间，所以我们社区要建设一种框架和。我们的是要找一些，按照就是不能依赖就是传统的模式来，实现的一些社区，所以我们的投资资金不是很多，所以不是做一个还是做第二个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要很开放的一个态度，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要找一些新的事，要一些设想的样子，就是要试试，要尝试使用不同的一些方式，这是我们学习的这种方式。我们工作一大部分，就是依赖，就是正常的那个投资，比如说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就是依赖政府的一方面的投资，在一些国家是这种方式不是怎么优秀，包括我来的国代表的国英国情况不是太理想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跟谁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愿意合作，所以我们也可以推动一些项目。所以图书馆，一定是表现得比较好，在寻找一些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我们也是跟Kenya 和乌干达的一个合作伙伴合作，我们要微软就是他会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就是一种混合的新的这种操作方式，谢谢。谈到那个融资的话，我们为了下一步就是联通，为联通的人，可能一些人就，你们会不会同意？就是融资是一个问题，当然的是，愿意中手的人都要在，他们要自己来动手，就建立这种基础设施，所以我们主要是需要这种监管方面和那种法规的一个适合的框架，所以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收入比较低的这种社区，实现的是比较慢。所以所有的那帮子是在这种比较偏僻啊、比较贫穷的地区，尤其是在非洲，那些运营商可能还不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拟定一些合适的法规都是很重要。所以如果监管部门就是，在他们有提出一些比较好的方案，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在这种我刚提到的这些事情，可能融资有和合作伙伴有人就是在等那个法规的是上台。我们又要换一个话题，就是也提到说，我们也喜欢跟谁都合作，就是连通性和可访问性的这些问题。说到那个框架，我们就是
享有司法部门的这个努力支持我们，就是就让摄影部门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可访问性的问题，所以他们知道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利方面，但是也是只是由于方面顾虑他们的一些方面，一些有一些可以争取的利益在里面，所以在美国、欧洲、欧盟委员会的国家，澳洲，有些的例子也会转发给一些其他的地区。就是在开发一些具有可访问性的一些设施，这个也是给政府就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榜样和所以特别是你这里客户群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提醒他们的意识。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障碍，让他们理解就是可访问性的必要，但是也让他们理解到，这个产品和服务的可行性有很大的潜在力。现在要换到另一个 DC。这是青年的网络治理的联合会，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青年的那个参与2020年的那个发展倡议就是很重要的？谢谢。我应该介绍，我们现在的发言就是 Virginia by tonight。我想开始讲一个很简短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带你到巴基斯坦，这是一个新的那个活动者，他就是想就这个世界以教育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因为我 DC 帮助他，推动他的项目，让他得到签证，所以我们很高兴，他就拿到签证，他终于到了柏林，所以他就是代表巴基斯坦的年轻人，所以他对这里的那个利益相关者，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跟他们交流，找一些能支持他的，给他的就是一些辅导性的咨询，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能说明，我们的那个 DC 的处，所以说，代表年轻人的参与是，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能不能达到年轻人，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网络治理一些地区性的活动，围绕年轻人他们还没意识到的一些活动，一般是有正式的一些会议，有非正式的一些发邮件的一个名单，所以一个比较迷路的人就是来到我们的那个网络治理的那方面，他不知道找谁，我们就会给他咨询找谁应该跟谁进行对话。我们有很多非正式的培训和训练活动，也是指挥他应该跟哪些利益相关者合作。我们也是给 IGF 提供一些年轻的参与者，给他们一个机会参与 IGF。
在这种政治的论坛，很多人就说，我们就是依赖我们这个 DC， 他们才能参与像 IGF 这样的一些大规模的活动，所以他们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他们的那个论坛是怎么进行？比如说在休息的时候，在一起共餐茶席和这样的一些机会，我们也把一些在场的人介绍给他们，但是这些人还没有建起自己的网络，建起自己的网络，所以他们很多人就不熟悉，不认识他们，我们就把他们介绍给他们。这是信息我就想跟你们共享。有没有远程参与者的一些问题？好像没有。这个青年的动态联合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子，我们现在要想从这个健康方面、男女平等方面，从保护那些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要谈那个性别动态联合会。万鸟，我想给你提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男女平等只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近几年很多人就意识到就是欺负的这种方面，应该你们都是那个DC 是如何做这个做一个贡献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上线的那个欺负，这没有一个步骤，采取一个步骤的论述，因为暴力从来不是光一个级别上，有可能几个级别上。如果你伤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说就是连通是一个事情，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说有意义的连通？所以不是在印度一些女人妇女大部分可能有一个手机，但是他们一般就是共用共享的家庭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要上载一些照片，他们经常会批评，所以一般妇女不会给人家看自己的脸，所以男人就是面临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是很重要。他们不是把那个受害的人受害者的肩膀上放所有的这些负担，没有一种铁女形式的一个房东，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不应该放在那个妇女本身，所以要靠政府，要靠平台。所以有时候没有相关的那个反那种欺负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不同意共享照片，所以有时候这是一种数据保护的违反，但是基本上是一种性别的攻击，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不应该做这个事，但做一个暴力，就是暴力，这个不是刚在这种上网的时候就发生了暴力，而且是这个离线以后，这个暴力就会继续会成长的事，所以
我们就是那个这种论坛，我们现在的这种论坛也是应该论这种问题的事。我们现在这种问题一定就是进行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就是那个未来面临的这个问题的是什么，特别是要那个机器的学习，如果我们说到性别的时候，这是我们的DC 就一直是基本上就说到男人和妇女和我们就是跟那个 AB 的这种zero link 的这种分别，而且我们应该是把在性别的问题带到技术的论坛，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技术不受那么性别的影响，但是这个不准确的是，但是我可能在下一步要进一步讨论。谢谢你的很有力的这个言论，可能就是我们上网的社区，就是经常缺乏女人的声音，都是因为他们有面临的这种在上线被欺负的一些问题。好，谢谢你这个宝贵的贡献。除了这种多元化和包容性，一个是最简单排外的群体是孩子、儿童，因为儿童一般就不会参与那种制定政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想从你，想知道就是，年轻人孩子在这种，上线游戏是面临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那种游戏产业是一个很大的大的行业，所以我们想听就是一般这种游戏的那种平台会给我们提带什么挑战？最后要健康的一些教育质量什么，然后。合作关系，我们今年就是专门的论那个游戏平台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生了去年我们花的时间好像不足够，我们就是设过聚集一个比较得到平衡的一个论坛和代表者。包括年轻的游戏玩游戏者的，这一些参与者，我们今年都是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用光从担心、从忧郁的角度要来谈，因为很多父母可能就是比较心疼他们的孩子，就玩那些电脑游戏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当然有一种忧郁担心的一定的程度，有很多威胁，有很多风险，但是也有很多机会和机遇的。Sonia Livingston 和他的团队，他们就提出一个研究报告，他们就是开发一个欧洲人的一种研究方式，要把他这个带到欧洲外，所以他们研究很多是，从8到12岁的这种年龄范围的是，玩电游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孩子就是，会慢慢就是发挥自己的社交能力，所以我们呢。也讨论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企业就是采集儿童的数据，由于他们都是作为消费者，可能也是由他们到一些赌博的和这样的一些网站，
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自我监控模式的一些网络空间的概念，我们就明确感到，自我监控一般不会成功，也是不可行，没有可行性，所以我们也想逼迫一些公司设计一些基础的那些规则。他加呢，我还想再问一点，可以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跟清楚点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游戏家，我就是一个 gamer 啊，我为什么叫 game？ 我是就在网上老玩游戏的啊，不是在那个赌博机上面玩，我就在网上的这么一个玩游戏的这么一个沉迷者。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我是一个这个游戏这个工业界的一个非常一个大粉丝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像这种游戏平台，我们如何来这个对待它？那么这个游戏平台，我们把它再带到我们的这个 IGF 来上，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利益关系者嘛。因为就是说，我们去年有一个那个动态性的那种动态战略讨论的时候，我们请过一个英国来的一个游戏平台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游戏平台这个参加者，因为我们不是现在融资有限、资金有限嘛，他是自己花钱来到来参加我们的讨论的。那么今年我们是没有这么一个，就因为事实上就是游戏平台对社会是有一个很大的责任的。昨天我们也有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在自己的那个小组里讨论，我们说的确是非常重要，要使得这个游戏工业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去，他们也是我们的这个事实上他是有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得带到啊，有问题是吗？好，你好。那么这个问题是这个中，他说。就是我们这些嘉宾这些讨论，他们认为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互联网的，是不是要有一个对这方面的保护措施？那么在美国的时候呢，是有这样不能够给把他们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内容对儿童要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必须在无论是说这个在这个游戏中，还是在一些这个教学书籍上面，都要对它的内容有所控制，使得这个儿童对儿童有害的内容不要漏从这其中在这里面。那么是的，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个法律法规他们有这么一个框架，他们这个一直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他们的工作的。如果是我记得清楚的是说，我觉得还有好多的这个扶持的这种项目，就是这种公共扶持，比如说这个在这个书籍上面，书籍的内容啊，还有网络这些内容上，有这个有所控制，就是说，它有这么一个过滤器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这个是的确是有结果的，那么事实上，就是我们最终的这个最早不是说这个在网络的这种过滤器啊，我们是这个作为图书馆业来讲，我们是反对这一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会应该有一些规范，但是我们不应该有这种过滤，把它这个，因为我们做这个教育，我们是教育本身是一个体系，不能够有这种过滤性。那么说到这个儿童保护，网络儿童保护这一块儿，我觉得就是说有，经常是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本太过于的这种保护主义，我们觉得我也应该稍微小心一点儿。那么，我们是说到是很多的是对儿童有害的这种内容啊，的确是这样的，要保护儿童，不他们让他们，就是不受这些影响，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有害内容，什么到底是有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到底什么是有害这个词的定义？如果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保护主义的一个方法，它可能也带一些这种负面的，就是有问题的这种影响。我觉得。
比如说吧，就是说像这个很危险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性暴露或者说性骚扰这样的内容，那肯定是对的孩子是有害。但是问题就是说，如何一个自觉的这种东西，在这个我们这个网络信息上也是要得到保护的啊。我这地方我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动力和合作这块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意见？我不认为是，也当然很多人是愿意这样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这个这个我不是把这个性，比如说这个性犯罪这块儿的，那么当然它是受到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限制，它是就是不是说对于儿童或者说年龄限制上它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那尽管这样。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知道我们就是法律法规有的规定，但仍然是有这个犯罪情况。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种工具，可以说把它这个做这个控制，或者说是做这个检查。如果是说，有一些，比如有些人这个，他的这个色情的这种内容吧，是超出这个就是法律可允许的规定中，那肯定就是说，会有是会真正的就是把它给作为一个对儿童有害的这种内容，这么一个网页了，给做一个定义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怎么来确定这个和这个审查的这种边境？有一些国家，他可能是说，他们觉得就是，没有这个那么，就是说，就没有那么，就是你如何来确定多大的孩子他应该到一个什么程度能够这个接触到这些内容？这一点的，就是各个国家的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就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完全是开一个独特的一个会了。这个地方可能是没有这么，现在没有这个直接的这种回答，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一下啊。我是也同意您的意见，那么我事实上有一个。为什么就说有一个那个让这个监护人或者说这个可允许的这么一个年龄呢？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是有还有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就是说有这种某一种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就是。那他是不适合这个某一年龄的儿童，那么就是我们希望也能够听到这个儿童的这种声音，他们的意见。那么下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说到作为一个动力性的这种合作，我们如何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创新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像如何建立起一个智能城市，如何是一个这控制人的贫困？我们第一个这个所和我和动力合作，我就觉得我先提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动力活化这个是不是 DS 的这项目 Nicholas？谢谢。你的这个整个这个联盟，事实上，你这个做的这个动力合作动力联盟啊，你是一年的时间，你们事实上也是把这个全球化的可接受性作为你们的这种工作的重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棒啊。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啊？那么事实上，你们才这个做的工作，在这个一年里面真的是也很不错。那你给我们讲一讲你们的这个工作和你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荣幸，来这个一年来里做这个工作了。昨天我们是做了我们的工作会议啊，我们这个好多的人都参加，因为很多人对我们充满了期望，就是说到2020年我们的工作会做到什么程度，真的是。我们是希望能够一个这个网络能够是多语化，我们希望呢，就说这个是究竟能够走的什么地方。这个说到 DNS 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要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走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要有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一个这么可切入的这么一个可能性。我们就是说到了这个全球可接受性的这种就。我们可是观察到了什么地方可以成为我们有所作为的这么一个领域。我们做了一个吧咨询，做了一个广泛的咨询，那么就是
主要是问，使得这个公共机构，特别是这个国家呀，也他们把它带到我们这个 SDE 的创新的这种过程，这么一个流程中来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做了一个咨询，做了一个问询之外，我们就是问大家，就是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方法更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好像大家都是认为有一个共识。首先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应该是多语的，就是有不同语言来这个支持的。那么，我们今年是特别强调的是。 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运动，先起了这么一个运动，希望我们这个Marx 的这个具体的这种实施，还有这个欧洲 DIG 这个或者是 ICANN 他们的那个大会上，我们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回顾之后，看到了很多地方，我们是可以共同进行这个我们所设置的工作。但同时呢，我们希望不是说这个把这个重复性的工作，比如像 ICANN 嘛，他们做的有些工作呢，事后我们就是有相类似，我们就可以说放在一块儿，不要重复性工作。就是我刚才也是提到了啊。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咨询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明年还想做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咨询，而且我们这个咨询也想用不同的语言来做。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一个不间断的这么一个咨询吧，这么一个问询，调研，普查的像普查一样的这样调研。我们希望呢能够就是说给他这个政治决策上有这么一个推动，或者说有一个基础的一件。这个就先说这么多吧，应该是这样。那我还有一个比较短的问题，你刚才说到了那个。 时间你没用那么多，那么你们的工作是和 ICANN 委员会一块工作，就是说这些技术性的议题，你们跟他一块合作不合作？是的，比如说这 EDN 的问题，是的，就是说这个 ICANN 肯定是他们负责这个技术上的问题，而且他们是负责这把技术问题和这个地区性的这些联络建立起来。 就是说这方面我们不会过多的介入，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支持他们，而且给他们一个等于是一个补充吧。就是说，我们希望的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有些事情要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实施。Clary，下面来归来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区块链的事情吧。我们说到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区块链事实上是和这可持续发展是很有关系的。那么你的这个联盟你自己这个是主要是说这个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这种解决方案，或者去中心化的网络和整个区块链之间的这种相互悖论的地方，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法律法规，它这个限定的一些限制。 那么就是人可以把如何把这个这种创新啊，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网络能够真把它用起来啊，能你们的这个工作组，你们这工作联盟能够做能够做过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啊？是我们这个联盟今年嘛，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个，我们是别的啊。 但是我们的确是说了，就是说把这个去中心的、非中心化的、地方化的这种网络，我们的确是看，比如像这个对 SDK 的这个推进，或者是这个整个区块链的这种使用，或者说这个网络的治理这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真的是这些问题啊。我发现啊，就是大家这个解决方案都老是说用 blockchain，用这个区块链，
但是有些这些这个技术上面呢，事实上也是有一个就是说其他的选择性，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能力，我们就是主要的工作是说，这个所有的创新不是是把它放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而且让它就是说整天说啊，我们没钱，我们做办不了这事儿。就像好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互联网的那种状态，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和整个的这个公共社会，那么希望能够把这个真正的这种创新的技术呢，可以在各个角落上都能够用起来。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创新，能够使老的结构能够有所补充，能够有所发展。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所有的这法律学家，这个所有的科学家，他们对这些最新技术的讨论，我们当然肯定是很关注的。但是问题是，不同的这个是全球下，就有不同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一旦这个网络这个地方化之后啊，我们如何进行这个法律法规的这种统一的治理啊？那肯定是让当地的国家有关系的，这个地方是很比较复杂的。那么，这个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能力。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说到一定的这个领域来讲啊，那肯定我们老说这有这么一个领域，有 spectrum，这个地方很重要，那么可是我们一旦用了这个词啊，一个说创新啊，或者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利益相关者啊，那么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这个政府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事实上就是让他们能够有所意识到啊，他们要知道这个就是这种原则，这个从这个互联网的原则，它需要这个有一种治理，需要有一种这个规定啊，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当然也是包括了其他的创新领域，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如何在这个资产的建设上。我们有一个项目，也是包括这个数据保护，这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地方的网络上来讲，那么他们呢，这个要有一个，整个的最基础的东西在那儿，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就只是关于这个区块链的。我们需要这个，不是说光是停留在技术层面，我需要做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好好，谢谢。那你们这个项目办的这个非常脚踏实地啊。我还想就是说这个再到一个动力联盟呢，就是说这个物联网的这方面的，我就想这个物联网来怎么看我们的这个世界。那么世界上是不是已经到处都现在都是物联网了，而且大家都非常想用到物联网，大家觉得就是物联网这个东西已经这个都是我在我们身边了，它是不是真的是个帮助大家，比如说像这个心脏起搏器，像健康中，我一个看这些报道，我就想到啊，这一个就好像都是这个物联网，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报纸，是这个可他在这个军事上，有这个他自己的这种力量，比如说这个像这个武器进攻攻击武器方面的使用上，也是这个物联网，它是可以带来这种好像使用上的突破，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说这个物联网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物联网上究竟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才能够从这个企业方面能够保障我们的这种这个行为的安全的，一方面是这个企业，一方面是用户的方面的基本上呢就是物联网，它也是就是互联网的一部分。它可以说它是就是，它就是可以说它是介入我们的一切。那么比如说，那么就是像这些技术来说，它们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对于比如说企业管理来说，它们发挥很大的
作用，我们根本都不用说，我们是需要，但是唯的要问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它的就是别有用心的使用方式。那么在这是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些终端装置，就是可以做一个，可以发一些，就是发出信息。那么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发出信息的这就可以用了，因为现在的很多外边已经有的这些线上已经有的这些装置的保护水平是非常的差，所以你就可以经过这些装置对于用户进行袭击。所以，我们比如说这个对恐怖主义分子来说是有兴趣的，那么你也。比如说，就是你只有身上有这些装置的话，就物联网的装置的话，或者就是你可以，就是在一个就是中国那个就是经过这种加力控制的系统，你也可以就是影响，这个取暖，或者就是这个是，你在这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服务都可以是做很。大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确实觉得问题就是谁是用户，是专业用户，是企业用户，是政府用户，他们都可能，比如说对于交通的测量就可以做这种测量，就是他们有很多这些专业用户，他们懂这些事，但是平常的老百姓。他也同样想用这些装置，可是他根本不懂这种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也对于我们的这些服务，我们要所提供的这些服务，我们应该也是要就是分级别，它的那个就是级别是说到它的数据的保护水平。所以我们也是要提醒使用者这些物联网装备的这些使用者。它的那个安全风险是在哪里？那么就是由于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是完全根本没有保护的这些装置，已经是有的，而且就是现在正在生产的这些很便宜的装置，也生产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这可以说做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给用户提供一点什么东西，或者给消费者提供什么一点东西，就是像一个就是门上的锁那样的，就是你的门看可以上锁，所以我们要在这对这些电子回路就可以做一种那个袭击的实验。那么就是消费者本身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甚至这些供应商他也是不懂的，他也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确实也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网络服务供应商。那么，所以呢，就是在这也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助力或者辅助，对用户的这个支持。我们在这是做这些工作已经开始了，可是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好，Martin，非常感谢。不知道你们是想插入一个问题，那么谢谢你，作为一个合作的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我们是2年前，我们在这已经做了一个那个就是有关物联网的这些，比如说玩具，就是孩子们所用的这个设备，我们就有了一些那个一个会议，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分类，比如说孩子们用这些。设备或者就是你有消费者，他也是用户，同时也是用户，而且我同意马丁刚才说的那样，比如说孩子们是当做用户，也是当做消费者的话，我们应该想象他们是他们应该也是是不是负责任的用这些装置。那么这也是因为就是他的年龄是还很年轻的，所以就是他对滥用或者这些事就可能还不懂，而且，这些服务的供应商他是怎么确保安全性的，就是可用性，他是怎么照顾自己的这些用户，特别假如是孩子的话，那么比如说就是18岁就未成年成年人。
那么在这也可能就是有的装置它根本没有加密码，或者就是有的就是这些电子化的就是玩具，它可能是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绘画对话，那么也可能这个装置就可以利用，就是或者就是可以有没有成人就是以它是可以说是替代成人，就是和孩子沟通，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觉得，我们都是很成人，就是要和，比如说，假如这个成人是就是侮辱这个孩子的，或者是他是别有用心的，就不良性的，没有良性就和这个孩子沟通，所以呢，就是这个责任是在于哪里？所以我们在这问题是很多，可是答复还是挺少的。好，非常感谢。确实呢，就是我们发现的，就是很多这些动态型的联盟在这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络。那么我也是想在这就是插入一下一个问题，特别是像马丁和卡拉。那么好，你说，不好意思。那么我也是在这也是想说出来一个联系，就是我们是如何就是上网，而且我们是如何就是克服这种残疾者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在这呢，也是前一段时间是做了这些有关工作，而且呢，我们原来在这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定的那些问题，那么特别是这种操作的兼容性，比如说就是有的这些残疾者，他可能有一些附属技术。或者辅助技术这些，比如说在家庭用一些智能化装置，还有这个用户界面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这个用户界面是在于物联网的这些装置，所以你只有是残疾者的话，你也可能会有就是定做的设备，而且它这个设备很可能是含有物联网的装置。不知道还有谁想就是补充？那么你就不用就是你就，而且呢，我们呢，那么就是我们，假如你只可以就是直接立法一种法规的话，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会不会反对说根本不愿意任何法规？麻烦你说一下。好，那我也只能替我，就是从我的角度，就是以我个人的名义，我可以这样说。那么在这不可以说我们不管什么法规，这种答复是错误的。可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对于技术来说是中立的法规，因为呢，就是一旦你是对一种技术，你是有针对性的，一旦你是有针对性的，你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个政策的话，那么它可能是对于现有的技术是有针对性，但是对未来的技术来说，它可能没有针对性。所以最好我们所制定的这些法规和政策，它不考虑到它对技术是中立的。那么下边我们也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也是就是在这也是和另外的一个那个，动态联盟合作，这个我们明天还会做介绍。那么就是从我们的这些立法工作来说，比如说汽车、飞机，它有多少个这些物联网装置，而且全都已经是受到法规的限制。不过就是假如是有一个法规，就是我喜欢的话。那么是这个负有责任的行为，你是主动的，主动的是要拿出来负有责任的行为，而且我们在这可以按就是最佳实践这个概念，就是很快就判断什么是合适的，这种行为。所以呢，就是我在这看到就是你们几个人举手。那么好，我们那么就是对这些对于技术中立的这些法规来说，这个就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训练和培训，以便如何能够正确解释法律。
所以或者比如说孩子们的就是那个不良就是不良性的行为，比如说就是这种性爱这种负面的这些事，而且呢，我们在这我们也有，比如说就是这个也是一种强奸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对于这个问题，就发现了，就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到处都发生的，可是，我们在这也是对各个就是立法体系就可以提供一些案例。不知道我们在这，我们在这就是有几个方面的，都是有这个互联网，就是物联网的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就经常就是，比如说发现，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或者有的单位他是，收集这些数据，他是根本不提前，根本不问这些，就根本不问这个，这个用户的。那么，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这个适应性，就是也还是有一个设计概念。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是要说到这些伦理，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是就是全世界到处都是会有，比如说就是那个谷歌的眼镜，那么就是镜头，就是谷歌镜头，比如说中国的警察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装置，可是其他的国家觉得它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个这种东西，所以呢，这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是来自西欧的或者北美的，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自己的价值就说是给全世界是有道理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是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呢，好，那么就是在这有没有一个快的一个说法？好，好，谢谢，那么就是在这，我们也是对技术等等，就是也还是做这，就是技术人员，我们也是要做这个培训，就是这些技术，比如说就是技术公司，他就假如没有得提前就是得到教育的话，他会用一些技术，他后来才发现有什么后果，那么你可以证明。有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这种技术它有一些特性的话，可是这种标准还算比较高的。好，谢谢大家。那么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就是我还是我自己也是想提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是允许不允许我？好，我给你30秒可以插入问题。好，那么就是。我们特别是对这个那个可持续性目标9号，就是在基础设施和气候方面的这个行动，还有那个可持续性消费、清洁能源等等，我们就是这种新能源技术的，而且就是在区块链的问题上，就是我就是对区块链的最大的一个批评是它的那个就是能源消耗，这种巨大的能源消耗，所以它本身就没有什么很好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物联网的装置和区块链，我们根本看不到能源方面的这个可持续性，所以你们对这个问题有哪些什么建议？我们如何是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要确保可持续性是设计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在创造这些技术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到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啊，这个是两个问题，因为呢，就是一方面你是也这种区块链，它可产生很多这个计算的活动和运行。可是我们没有物联网的话，我们无法跟上我们的工作。比如说机场，它会有就和公路呢，就是
就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对空气的这个测量，就是臭氧气的含量太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交通。所以对，就是交通，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场合下利用物联网。那么就是经过这些新技术，可以减少空气的或者层的污染或者海洋的污染。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些我们有这些很多的这些装备，它们本身的这个能源消耗是非常的低，因为呢，所以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是有太阳能的这些装置，那么而且就是小小的，就是那些小型电池，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些物联网装置上，我们尽量少用能源，这本身已经是产业的一个大趋势和趋向。所以我们在这可以做这么一个定义，我们还是很快会接近，我们的一种共识的机制。所以就是我在这，就是假如我们在这有一些妥协，就是可能要初步的，就是或者局部的要做一些让步。那么，比如说能源和可持续性之间可以做平衡，或者安全等方面之间也是可以做出一种平衡和选择。可是，就是在这种通讯协议的时候，也可以做出就是有关的那些设计选择。那么，这个也是考虑到它的能源消耗。那么，也可，我现在就说了个不说的更多。那么非常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而且最后这个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问题。可是我现在就是还是，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些动态性的联盟，而且这些联盟呢，或者联合，他们就在这种他们对于这个机构的，那么就是他们也是对于机构的不平衡是做出工作。那么我现在欢迎，那么就是互联网的法权和原则，就是有一个动态，就是尼克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你就是互联网的合法权利和原则，这也是直接和我们的这个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平。公平和强力的国家机关，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减少不公平和差别。我们对于这些边缘的，就是包括比如说少数民族，包括难民，我们是可以减少这种差别。你能不能简单的，就是我们都是对这个工作，我们也只可能表扬，而且你是在互联网的人权和原则。章程你是做了工作，那么你现在可以给我们描写一下我们的就是进展和状况。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移民的权利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这几年都一直关注。这点是跟我们的宪法有关系，就是有那个人权和在那个网络的那个协议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协议，就是要达到我们的那个目标群，这些权利，就是我们就要看哪一些群体在一个上网络的环境中。那些群体应该受特殊的那个保护，所以我们就看了也查观了一些，观察一些平台，我发现有一些关于他们那个灾民的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么黑白的一个体制，不是所有的这些人有一个商量的。联网的一个权利，所以在很多中心，他们就可能不让他们的这么简单的上网，
所以在英国时间呢，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址，那对你来说上网都很复杂，比如说在图书馆还是什么共同的那种上网点，我们也看一些那，非歧视性的权利啊，一些政府的人就是有那些少数群体，所以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权利，在那个协议是包容起来，在咱们的那个是，保护他们的这种隐私权利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他们的那种咱们语言中心，一般的是，这权利不受保护，他们那个基础权利就是跟他们家人来联络，也是保持自己的安全。所以，我们观察、查看这些权利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注重他们的，这些权利，还有人工智能和跨链的那个技术，在这个方面的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在新型技术这种是在他们这个那个在民营就是谁承担这个责任？这些咱们说如何的那种权利保护，有没有足够的透明度？有没有的是政府与民间社区和那些相关的群体，是不是也要合作？所以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插入这些问题，希望我能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是来谈这个为联通的人的那个连接，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而且是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查看这个问题。也是问这子的人，就是这些，大数据量是如何使用？因为现在在我们那个数字时代呀，我们一直是产生巨大的数据量。我现在想把您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这平台要承担一些责任，感觉那个男女平等，但是大部分是一个比较令人恐怖的不安的方面，主要是在监控方面和主要是在不到位的方面的，以这种意义的是被提出这个问题。你们的最近你们的 IGF 就是刚庆祝第5周年，你们这几年就是从事什么工作？你如何从那种集体治理的概念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谢谢你，迈克。我们的过去5年的工作，主要是从联合国的那个辅导性的原则，到共识的一个责任制度是如何被这种网络平台为实现，所以这个也是为了就是责任的这个概念本身，所以。这是一个社区如何了解平台的这个概念。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你的回答反应应该是跟你在社会的设立要同等的
的反应，所以我们的行为第一个部分是我们先要定义责任是这个概念的是如何定义的，然后要找一些补救的权利，所以要正义解决的机制是如何能帮一些平台解决他们的是尊敬啊人权的问题，是不是每个平台都能提供一个适当的一个补救措施，所以要提供一个补救的权利。我们发现，很多平台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只是跟他们的平台就是宣传和保持的价值观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那个会员也是对这方面做出一些贡献。平台应该保持哪一些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把我们的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输入，还有那个经济的价值输入，这些平台就是产生多少如何的一个价值和他们的提取如何的那个经济好处，所以我们也看就是这个产生价值的，和那个保护一些社会价值，的这个比例的，比如说如何在怎么程度保护劳动力的，劳动保护标准的一些关系，所以问你就是。针对未来的问题，我们未来要做什么？我们要拟定一些比较广泛能适用的那些价值和定义，就是帮支持那些监管部门采用他们，还有就是为了平台一些什么特别是我们要定义一些概念和关键词，平台将来可以用和监管部门在拟定相关的法规，有没有问题？好像没有原生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谈到那个平台监管方面，我们5年前我没有人想到就是，监管平台，他们应该是，应该有一种很繁荣的发展和，没有人想限制他们。我们现在就谈到什么，问他们的职责，他们要，尽什么责任？我们是现在是一个很围绕人权的，一种方式，是因为政府或这些平台就是失败，他们没做到为保护这个这些权利的努力呢？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推动的这种问题是人权一定是这个基础，我们的那个规则的框架一定存在企业和组织，他们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面，他们可以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足够的程度遵守人权，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室内都要做的工作，不能从外部一直是制定的。我也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有个正面的责任，就是政府一定要保障大家是遵守人权。你也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基本上给这个权利，让那个市场来确保人家遵守人权，但是政府一定要尝试的一些监督工作，这个不能让那个市场自己来承担的事，所以。在一个基于这种是网络平台的一些社会，一定有一些协调部门来保证这些问题受适当的解决。我最后一个问题要提给尼克了。在洽谈和谈判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平台应该亲自参与这个过程吗？他们应该是跟政府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还是应该是监管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白王源的关联的问题。我们知道从政府之间的那个交流是很多的是。利益相关者扮演的角色，就是跟不同的主体，他们也是这些角色也不同，所以我们要支持哪一些那些方面和人物，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是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创造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杂志，一个报告，我们会发表，也是可以在网上就查看。我们要先了解的是那个产生的价值与提取的价值的比例是什么？要明确我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最近2年，很多利益相关者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觉得是对那些社会平台的这些过程就是不公开的、不开放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觉得不安，就是是不是要把这种谈判就进一步的公开化，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命呢？这是很关键，我们一定需要相关的一些法规，如一起来谈，或者是分开来谈，就是要看我们谈哪一个话题和问题。但是我们要积累一个聚集一个不同的相关值的一个团队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人工智能方面的那个人权，我们要谈就是有时候监管部门。不是完全了解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方面，所以你需要一些专家的参与，所以让所有的参与的人明白我们到底要监管具体是的技术方面是不是得到全面的理解。好，我喜欢这个问题。有一个主要的专家，这是一个很的争论的一个问题。所有的 IGF 只是基于一个多方利益相关知识，所有的是跟效果有关的人都要参与这个谈判过程是。所以不是单向的，那个政府的一个问题。所以有些人批评这个光，他们觉得是受监管的企业，对这个过程的影响可能稍微大一点的。所以一些机制可能还没有完全完善，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摸出这个过程，所以。这是很难达到适当的平衡，
我有插进去一句话，因为我们现在谈那个网络平台，可能有一些比较这争论的问题，可能所以我不知道应该谈到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谈到那个平台，这个商务模型是一个重要的事。所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这种或理论的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这个平台的商业模式完全就是依赖，这个是还是有突破这个，这个谈判过程的是吗？那我们怎么对付这些平台？我说，如果你的商务模式不符合法规吗？那你有已经有变更你的商务模式，所以在一些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还是你能采集一些数据，但这些数据的采集应该能符合一些这些已有的法规，所以。根本不允许，尽可能最大规模采集用户的数据，以达到尽可能大的那个利润。所以以避免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有不同看法。我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定义很难在这种网络平台和社会之中，基本上就是说，一般那些平台有一个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方案，如何避免就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就是有批评的一些做法，是吧？我一直等，我有机会就是发言。一般是一个广告价值，这是平台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这一个很注重广告的，人家就是触及这个广告第二次，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是一种扩大规模的经济是一个很，只是有一个黑市场，比如说有那个troll 的那个工厂，就是虚拟的那个跟踪者，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cyber 犯罪的报道，就是在乌克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troll 工厂，就是他们就说伪造很多那些选举的，在选举上就是有一些贡献，这是一个很有利润率比较高的一个产业，所以在发展中的国家很多公司就采取这个是。我很抱歉还没介绍Miroslavich，他在这个 DC 是那个机制可持续性的代表。确，你的关心担心是正确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同意的是，就是说广告本身或者说它的这个广告本身，它表现了一种这种价值观。但是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你的平台的价值观你看看这个整个的市场的这种所有的这些情况它是肯定是说它所说的话，跟你所做广告的这形式，它也是接受其他的一些价值观的。那么就是说，我觉得要在这个整个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上，他应该有更有这个责任心来这个这。好，还有一个评论
Nico 是的，这样的，我觉得是说建议你是还是说希望这个所有的方法要有一个平衡性，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起作用。那么所有的这个广告半天，它事实上是一个科学，它是一个这个经过研究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它是的确是影响我们大家的这种，那么但是说我们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消费者啊，他事实上呢，他是希望我们这个广告来给我们给我们做这样的影响。那么是。让我们有这个甚至学术上的一个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不同的这种事情的，你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选择啊？如何来影响它？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呢，这个整个的这种平衡，它你要找到，事实上呢，就是说你等于是说各种不同的信息，它不光是你的选择或你在大选中的意见，或者说你是个人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旅行，这些都是相关的。啊，事实上，我是比如说，如果是说这个，是一个，商业模式啊，我们说这个计算法，可以说，比如说是像做广告一样，就影响你的这种思维或者形象的选择。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呢，事实上有一种要有一种教育性的。你想想，你的孩子们要看这些广告啊，看这情况，他从内容上，他看的内容要对他们有一个负责任，就是说这个所有在这看路看看这看电视的这些人，他在肯定是他要受到电视的影响的啊，是。我是可能跟他们说的不一样，我到时候再，我最后再说吧。希望咱们还下一节吧。哎，好，我是 Chris，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到，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平台操作者啊，他应该是做承担怎样责任？那么今天上午我们开会的时候。抢到了这些我们的平台，比如说上次美国、巴西各方面，这个英国，我们这个他这个大选，事实上呢，是这个，我希望大家明天就是做一个，9:30上午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给他们这个讲到这个整个这个平台对选举的影响这一块儿啊。那我们明天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现在我想这个转到下一节的我们这个动态的合作，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媒体和新闻工作，或者说这个记者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现在是，事实上真的是好多的工作都已经这个放在这个信息的收集，信息的这。那么，我觉得你做的工作呢，也是说呢，如何在真正的是实现一个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那你们这个工作，你们这个联盟的工作，你们这个工作组的工作是怎么样吗？大家晚上好，下午好，我真的是愿意给大家这个讲一讲我们的工作。我们这个工作事实上就是说很难说是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因为呢，我们事实上是昨天才正式开始工作的啊。祝贺您，我们是所民，那尽管是我们的这个社团吧，我们这个社团吧，事实上呢，就是说，在过去几年里，就是有这个一直这个不建议，我们就要建立这个新的这个工作组啊。它是整个这个跟媒体新闻的这种发展是有关系的。那么我自己本人呢是媒体出身，那么事实上呢，我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做这个工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议题，事实上在，昨天。但是我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无论是说在网络上，还是这网下的这些所有的关于这种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这个也是我一直工作中关注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真正的一个ICG 的一个框架的工作，在我们这个工作组把它建立起来啊。比如像这个 UNESCO，它也是我们这个积极的这么一个支持者。我们现在呢，就是不断的收集这些信息吧，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在对于信息或者说这个对所有的这些数据的收集上啊，我们也是做了这样的统计，
这等于是一个整个的前期工作。这个 SEC 的这个16条，不是说有一个新闻，也是在这个自由的基础上，同时也要促进一个社会的平安。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法律法规还有一条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条款里面有这么一个陈述，就是说事实上是对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媒体的这种一种限制，就是说，要知道我们的这种他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记者的统计，我们发现就是新闻人或者说这个记者那么呢，就是说80%都受到了这个网络的攻击，和是说有感到了这种不安全，自己人身的不安全，而且这种伪新闻、这假新闻、这个假的信息也是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就把这个体系都做了一个观察或者分析，事实上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的操作的范围，事实上真的是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空间，因为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些记者们受到这个整个网络的这种谩骂攻击甚至威胁，那么我们事实上根本还没有那个真正找到一个我们就说职业的规范、职业的道德在这个网络的。所以说，这个 IGF 的系统建立起，我们的工作组也是刚刚起步，我们还有这个好多可以向各位学习的地方，我们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可以去做的工作，我们有这个 Euroday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RiseCon 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UNESCO 教科文组织、国家联合国教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我们也是要把这个开大会，这个公布我们在这个媒体新闻自由方面的所有的研究的结果，使得所有的记者也能够有自己了解这种工作的情况。我觉得就是说，网络的本身的内容，不是说是它是为了这个我们对它的这个法律法规，其实不是为了限制它的这个滥用，而是说真正给它一个使互联网对我们的这个新闻自由有所贡献，这是我们的目的。是啊，每一个工作组真的是至少我要说起这个工作来，我们可以谈一天甚至几天。那么，我真的是很高兴。那么你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真的是也是都是相互相关联的，这点是很有意思啊。好，我现在就说吧，总结一下他你们的工作之间的这种真的是互动吧，或者是关系吧。Christoph Morris，你来做个总结。那么事实上我们是老师说这个今天的整个的论坛不同的这个工作组，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工作的主题的相关的这么一条红线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连接性。那 Christoph 本来就是说网络中性，说网络这个独立的这么一个议题，那么我们在过去几年呢，也是这个能够保证网络自由或者网络中立这一块呢，也是我们有些新的技术来做这件事。事儿，那么当然是这个和人或者说是和人权的这个主题是有问题的。首先，比如说这个公平的这种使用，那么如果是这个新技术，比如像这个5G 和这个物联网，它给带来我们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会做出一个对他这个负面的这种情况的，如何作为这个把它给对应呢？是为 SAG 你们自己呢？我先这个把这我们三个英雄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也是，两年还有我们的听众，这2年多2个小时多都在这儿这个听着啊，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再容忍几分钟啊，我们现在。如果是没就是说一边可听，你们也可以一边处理一下你们的这个邮件那么现在就是说都已经6点半了，大家还在这干活呢
我现在工作主要是关于这个网络中立性啊，这我是13年开始就做这个网络中立的工作了，我们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大会呢，也是一开始就参加了，这是很难这件事儿，因为我们所做研究的工作是和这个政治的直接的工作是相关联的。我觉得我也不必说为此抱歉吧，我其实本来是英国的一个法学教授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英国，事实上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在进行这个一个罢工运动，我们就是为了反对使得我们的这个退休金这方面这个受影响这么一件事儿。那么说到这个，上网的权益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可能是说每个国家都是不一样的规定。我们说的这个网络的中立，事实上呢，它也认识着，就是说它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一个平等的权益在这儿。可能是在这个其他的国家里，它的描述会是其他的描述，它可能会说这个网络权益或者怎么样，我们称之为网络专利。那么我们事实上的工作呢，也是这个在国家层面的，我们也是为国家这政策的制定做一些这种咨询的工作，在我们咨询的工作里，有时候我们这个做出建议，可能也是相矛盾的。我们这个19年，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衔接性，就是指不同的这种新的业务模式、新的技术，比如说 5G 啊，其他这个物联网啊，他们是不是和这个网络中立性是能够相衔接的，相不嗯？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工作嘛，是我们是制是成为了一个宪章，一个 cut。那么你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如果是上网 networking，这个 www，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的3年工作的工作报告，这可以说是这个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建议。3年里面出了4大本书也是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好多这个出色的这种互联网的专家们也给我们这个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或者说写了文章Ben Lee 像这种这个万维网，他们也都是给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的这个 Christoph 你也是都积极参与了我们的工作。那么真的是我想强调一下Christoph 他的是给也是做这个联网2020的也做了很，我们老是说嘛，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房间里那个大象，那个瓷器店里的大象是的，我觉得呢，就是说，希望各行各业的人还是能够积极的参加的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种中立性或中立性互联网、平等的正义网，这一块真的是，如果没有这个企业家的这种合作，可能就是也不能够实现。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我 IGF 这方面的作为一个平台，当然是特别好的了。但是我们还希望呢，能够扩大我们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和这个青年 IGF 团体，还有其他的各方各面的人嘛。就是说这个是网络的这种中立性，它可能是，这个可能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需要很多人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人权、伪新闻、这个性别平等，所有的这些，我们都涉及到了。那我事实上，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立场和观念、价值观呢，越来越清楚的把它得到一种表现和陈述，这样呢，才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做一个做得更好，使得这个互联网真正实现。那么，我还要谢谢 Singala 教授，他和他一起的这个合作他帮了我们好多忙，还有这个每一个这个动力工作组我总之就是我们希望能做得更多，跟大家一块儿我这个不是老是说这个动力嘛，我们所以就要有动力。
好，现在是超时了，还有2分钟吗？还有问题吗？或者是网上呢？刚才 Chris 说的也很是充满了热情。那么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们这有好多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些 Bushes 我的名字。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问 Mira。Mira 啊，真的是不错，你这个工作组是成立了一天了，而且你的工作的主题呢，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可能是很难，就是说一句话就回答出来。我觉得就是说，你认为，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对整个媒体的限制，就是说这个整个这，是啊，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记者们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不喜欢这些国家的这种事件干涉，当然肯定有些这个规定，这个或者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频道被限制，我们这个自我检查自我的这种自我检查，事实上在媒体上已经都有了，一直都有了。我们这个行业一向是就说进行自我审查的，是个这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习惯的。那么当然是说其他方面呢，我们如果在网络上其他的一些空间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嘛，那么它是也有一种自律的这种情况。也许有时候可能这个自律呢，它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或者做到的。我觉得不是说把所有的这种限制都给它这个排除掉。但是呢，就是我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和网络的合作就是说要这个彻底的结束。我觉得就是说国家可能是在某些方面要把这个媒体和这个网络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所协调。还有其他的吗？现在正好就是18:30。是，也是正式结束了我们这一场活动。但是呢，我不是说想一定要结束我的会议啊。如果还有问题，咱们就继续下去。啊，谢谢麦克尔、吉安娜。Chris 也说了，我们现在还在坚持着呢。那么这今天现在晚上就要吃晚餐了。我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这个语言学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学了很多。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如果是想实现我们的目标。好。我是 icon 的人。我们老说这个法规这块儿，那么我们可能有些人呢，已经是个25年到30年的，都已经在网上操额活动了，那么事实上，我们老是说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这种法规，可是呢，像 Crystal， 我们自己也认识很长时间，我觉得啊，就是说，那么。就是作为一个法律法规，它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它有时候起到作用也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说吧，它是，平台的这种限制，事实上呢，不能把它总是看成一种负面的。有些这种这个互联网这种独特性和它的开放性，有时候也正好通过这种法规来把它凸显出来的，能够把是啊。这个问题是这个32分的时候提出来，我也不知道，的确是说我们现在这方面已经是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了，我们也认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中所学到的，就是我们的网络上的这个
户的这个商户的这种交往中，我们就说别这个太生气了啊，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一个 APP，你不是说想把它这关闭就关闭了，有好多地方我们可能是还很难做到透明度，以前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是可能是这个。说到这个平台的这方面，明天9:30我们专门说这事儿，希望大家能够来听嘛。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动力的工作组里面，我也是关于我们的平台也说了，我觉得这个，在全球的这个选这个，这个选大选的这种。制度应该有所改革，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把它给规范起来，没有在这个大选之前就把这个用法律法规把它规范起来。如果是这个大选的话，一个选举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对政治家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不行，就是讨厌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政治家他应该知道，就是如何来避免这个选举中产生的这种问题。那么，我现在就是说。那么就是现在已经就明天就非常感谢大家，而且不知道就是好，你也可以再说好，好，米勒好，还有两位，那么我们就应该就是到时候就是要做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也可能是就是呼吁大家的行动，动员起来大家，我们就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我们那么是第十五，就是第十五项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这是一个很极重要的，而且就是我们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动态联盟，应该在这也是就是这个气候危机，在这是采取行动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在这就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章程第四章，我们就已经有这个是就是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一个年会当中，就是想讨论，就是我建议，就是你们随时还可以找我和我们的联盟就进行沟通，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这个讨论，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们都是有非常愿意，而且比如说下次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份工作。而且就是对我们的团体来说，就是这个是可以很好的取得进展的，而且我们的人还不够，所以呢，就是接触和可持续性是分不开的，这完全和我想说的是一致。我们要说起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如何挑选我们的代表？我们经过选举的方式挑选我们的代表。我们也是在这，就是面对2030年的倡议，就是行动计划，我们都是有这个概念。可是我们在这是关键的是，我们要真正就是要充分的考虑到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而且呢，就是在这就是可以说我们对一点是原来是根本想不到的事，我们是做得出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时间7分钟，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写，那么你完全可以就很简单的做一个结论，那么就是你做一个这个动态的这个联盟，它如何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可以做出什么贡献？那么我现在请迈克，那么做一个结论。确实呢，就是我们在这都是一种，就是这种动态性的联盟，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就是凝聚力，就是凝聚力很强的一个手段。我们也完全就是可以在这就是做合作，而且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计划，并不是负面的，而且我们都是
可以，就是互相鼓励参加这些会议，而且我们在这，我们都有非常多的这种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以这个名义，我对大家的到来，对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我们的观众、听众也是表示感谢，而且 Utah、Marcus 他们是做了这个协调，我也是表示衷心的感谢。所以呢，就是而且我们也还是及时的到位，而且，那么我们的秘书处的 Nora 也，我对他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就能够今天如此顺利的开会，也是他们的功劳，而且对于我们这里的幕后的工作人员，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时间，所以呢，就是你们在这给我们而且就是那个快写，就是写字员。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麻烦你写一下你的名字，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你是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向你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好，而且就是对他家里表示感谢，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那个主持活动，而且就是这个就是差不多，我还是还给你。那么现在我也是表示感谢，而且你应该就是在这，我也还是要，说就是我们对所有的参与者表示就是以鼓掌的方式表扬一下。那么非常希望明年就再见，好，谢谢大家。